本分局于今日上午9时许获报，一部大型货车在潮州镇中洲路段进行道路工程时，该车活性驾驶于卸货钢板时，车辆往前滑行，拉扯上方电线，导致电杆断裂，撞击停放路旁轿车，所幸未造成伤亡。经对货车活性驾驶9册指为零，相关肇事原因将由本分局进行调查。